你来个饭厝才做伙，我卫生纸，你动机啊？我被讲啥？我是咧问伊，唔是咧问你。 这个雪莉哦，熟识的人真正是有够多，我一定全部拢去落来。若无以后拄着业界的人，煞叫袂出名，我就别讲啊。我知讲你对我还佫有淡薄怨，啊，不过我是较加薄的，甲你提醒，本住在这个人啊，男女关系真复杂。 你还是离开我，会较好。叶少峰，我甲你已经分开足久啊，敢毋是？我即摆要甲双交朋友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行。彭主席，请问你，你的感情事敢处理好势啊？叶少峰，我的事事跟你什么底代啊？我嘛无想要管。啊，不过既然即摆你甲雪莉行遮话，我嘛是爱提醒你。 请你卖来亲亲菜菜，让雪莉伫咧感情上受到伤害。之前我嘛是祝福你甲家玲，结果呢，你甲放阿乐两个人过过甜，互家玲了伤心艰苦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甲放阿乐两个人感情事，我也未处理好势，进前，你卖来再滚雪莉好无？是我拜托你啦，要甲人说明进前哦，至少甲代志不好清楚。哎，我袂妄想啊。哎。 提我手机也是要创啥？黄医生，打退堂鼓啊！啊！嗯？阮两个人的感情，怎啊就好诶？你免烦恼。什么物件？安尼喂，你当时迄个啦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刚刚安尼哦，你别放你耍。恁两个真正哦。哦。雪莉。 哎呦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当初是你是无爱我的呢，啊，即卖嘞，看我牵一个比你搁较现代的查甫人，你要搞破坏，是会落草？我无想要破坏你。我即卖已经不是雪莉啊，我是雪莉2.0。你若是看到我，卖叫来嘛，卖甲我拍招呼 ，OK？我嘛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的查甫人。我一定啦，我无可能当去做你的小三，对安尼，闪啦！ 啊，主宰！啊，拍摄你买手机啦，我被淘汰了，你看，啊，主宰，主宰，啊！你买回来啦？雪莉，这咖啡可是少峰特意从日本带回来的，你试试看。 雪莉。 出啥错？雪莉，快点，叫救护车！雪莉，哇哦！雪莉，雪莉，哪样呢？雪莉，你醒醒啊！你现在感觉安怎？乖乖，我叫医生来。少峰。 你哪伫遮？我哪伫咧病院？雪莉，刚刚你袂记啊？袂记是啥？拄则你咧甲我采访的时阵，你煞雄雄昏去，我毋知真着急，为我的办公室叫救护车送你来病院啊！我要去找你采访。今仔是几号？ 今仔是拜几？二十二号拜三，是安怎样？你确定？我毋知是安怎，我有一种，我若讲
帮记忆空白的感觉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那安尼啦，我嘛唔知呀。雪莉啊，莫紧，你莫紧张，慢慢烦恼。我会请朋友给你做全身检查，我嘛特别吩咐，尤其你头壳的部分，我会请伊好好检查，一定尽全力找出你现在熊熊记忆空白的原因，好不？雪莉，你要是有任何的需要，你当随时来找我。你应该知影讲，只要你开嘴，不管是啥物，我都会当答应你。小峰，雪莉，你醒啦！我们已经帮你办好了住院手续了。多谢啦，要唔过所有的检查，我家己一个人就用一下。主宰，替我送伊两个出去。哦，好啊，唔免啦，我甲何丽芳家己转去就好啊啦。你好好休困，保重。那你好好休息哦。原来我无剩偌侪时间呐，那安尼，我要赶紧转去雪莉的身躯内底，把握机会，甲主宰完成爱的初体验。歹势啦，你的身体阁照我用半个月就好，我用上紧的速度，甲主宰变成是我的查甫人。也毋过。是你的身体，所以算是你的查甫人。唔对呢，也毋过是我的灵魂，所以是我的查甫人。啊，做啥去也无重要。飞弟哦，我会甲自在变成是咱的查甫人，到时阵我就会甲你的身体幸福你啊。查某哪会来看雪莉啊？狐狸精就是狐狸精，睡着了，一脸狐狸样。哎，雪莉早都应该笑放魂开啊，伊哪会讲伊是狐狸精？基本资料可都有了，以后不管是下蛊还是扎小人，都不成问题。你要再敢接近少凤的话，整死你！你这卑鄙小灵，竟然出去教！之前用咖啡弄晕你，只是试水，这一晚。是重头戏，我保证你喝了这一碗，妖气散尽，再也不能接近少峰。原来都是你爹家己来在做怪，才害我为雪莉的身躯端出来。哎呀，那是雪莉真正给吞灵了，那安尼我是不是永远都无法度呼吸呢？你这歹查某！我是他。
跳电吗？你若是敢对雪莉学不来，后摆我就给你触电。你真是阴阳怪气的，最好速战速决，赶快闪！我独家替你把歹查某赶走啊！什么歹查某啊？迄无重要啦，即马重要的是你爱好好啊休困，紧把你的身体养好好，安尼我才会当护你的心。护我的心？什么意思？好啦，我就坦白甲你讲。其实前几天啊，我人附身在你的身上。你敢会记得我之前跟你讲过，其实我不是人。大声嘛！病院内底有带足侪老伙仔，你安尼会去吓惊着因咯？你要创啥？我拄则替你甲歹查某赶走，你今摆竟然恩将仇报啊！你走，出去啊！我无爱，我的心愿还未完成，我要用你的身体。你是不是想用我的身体做什么歹代志？无无无，你莫冤枉我哦。人我真爱你，虽然讲唔是啥物好人，也唔过嘛唔是歹人。你即马气势看起来袂歹哦。迄杯有问题的咖啡应该已经摆好清气啊。那呢，我倒。袂用气。你莫紧张啦。放心，把你的身体交给我。